太感人了。往那边去点，别哭了，往那边去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你二姐夫不在家，你得好好陪陪我，知道吧？别老看这破玩意儿。哎，干啥呀？我给你老好看了，咱俩一起看啊，特别好看。啥片啊？《太阳的后裔》。我看完了。啥玩意儿？你看完了？不就那个捡个小盖头，完从星星上下来，叫什么都敏俊熙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乱七八糟的呀！你说那是来自星星的你，不差不多，一个太阳，一个星星，一个白天，一个晚上呗。行了，你在这捣乱了，该干啥干啥去，找我看。哎，你看人韩国牌那玩意儿哈，是好，小伙儿咋长那么帅呢？是吧？嗯，跟你二姐我特别联系啊。什么时候瞎的？不是，就我二姐夫，那长得跟个小表情包似的，能不能别埋汰我欧巴？那损塞！看你姐夫长得像条表情包似的，长得像有炸药包，那比你二姐夫吗？哎，我说小米粒子，这两天你没事儿，你怎么老在家待着？隔壁王小倩没来骚扰你啊？他爸回来了。他爸王小彪回来了，那他爷王小亮知道吗？咋不知道呢？昨天他爷仨斗地主，还找我破的零钱呢。哎，你说他爷仨多有意思啊，简直就是奇葩，起那名就跟哥仨似的，老大王小亮，老二王小彪，老三王小倩。哎呀，那不是一个小，但听起来还真有点蹩脚。但是你细品啊，这爷仨这名绝对是三代单传。是不是三代单传？我还要拉小了，单传。说曹操，王小倩就到了。那个，那你俩聊吧。我看我这待有点多余。哎呀，小米粒，你自己在家呢是吧？家里没别人是吧？你搁那坐着呢是吧？手里拿的 iPad 是吧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回来，你没看着我呀？二姑，你自己在家呢是吧？家里没别人是吧？你搁那站着呢是吧？手里啥也没拿是吧？没事，我走了。王倩，干啥呀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啊？啥事儿啊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回来，我这是不是疯了？这不一直这样吗？哎，没事，赶紧走吧。哎，王小倩，你回来，你坐着。你咋的了？没事儿。看人没事儿，你让人回去呗，回去吧。别管。小倩，你咋的了？你这么反常呢？有啥事儿？谁欺负你了？跟我说。真没事儿。能有啥事儿啊？人家爸爸刚回来，多好啊！投进爸爸的怀抱。拉倒！哎呀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这是咋的了？你跟我好好说说，你爸是回来了，还是走了？咋说话呢？给人爸整没了。我爸要带我走。带你上哪儿啊？一道去撒开。什么玩意了？没听懂，你好好说，上哪儿？带我一块堆去上海。上海，你好啥呀？谁说不是？上海多好啊，大都市，啊，美女多多，那地方老毕了。就是上海老洋气了，我就喜欢上海。我也是。哎，这么的，要不然你先去，能过个十年八年的，我兴许看看你去哈。啊，没了。你们知道啥呀？我这回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我爸说在那定居啊，我舍不得你们，我最舍不得小米粒儿，我这回真走了，我怕小米粒儿和田笨笨好上。那可就是天意了。那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你们都嫌弃我，都撵我走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这个闹心呐。小米粒儿，
那你好朋友那个想想招啊，别人鬼主意那么多，那还不简单吗？这么的，你现在回家跟你爸说，你说我在这处对象了，我走不了了呗。完美。跟谁呀？跟我二姐处对象了。哎，我跟你二姐，我姐夫那天他爸是伴郎。我也去了。嗯呐。啊，对呀，我咋忘这事儿了？那说跟谁处了呢？瞅我干啥？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心里已经有笨笨了。小美丽，你帮帮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事儿绝对帮不了。二姑，你瞅他。小美丽，这事儿我必须说说你啊。你说你俩从小长这么大是吧？他还对你不错，友情的小船可不能说翻就翻。还给我扣里边了，你帮帮我。不是这事儿绝对帮不了，让笨笨知道了那能行吗？你就拿我当笨笨呗。你这差老远了，不行，我认我去呗。哎，我行你了，行，帮帮我。不行，哎，这我真帮不了你。行，你帮帮我。这，我爸来了，我爸来了，帮帮我。自夸上海许多仔，现在要啥都能买。孤身一人闯天下，还是我的家乡好啊！好吃，好吃！哎呀，一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，敬请笑纳。妈，爸呀！哎呦，小米粒！口音咋还变了呢，彪哥？一听叫我彪哥，我就年轻了许多。哎呀，哎呀，阿米莉，嘿嘿，哎呦，你还是这么胖胖的可爱，结婚了没有啊？你过来好好说话，装什么老专家呀？我结婚那天，你不为了不随礼，你跟我伴娘团一块堵的门吗？怎么装不认识呢？这脸给我掐的。爸，尴尬不？尴尬，写尴尬。但是爸平常怎么教你的？说，遇到尴尬咱别怕，咱家已经习惯了。哦耶，这便特别的亲。既然这么尴尬，咱们走吧，儿子。不是爸，我干啥去？上上海呀、啊？我不去。你站着，二姑给我站着。哎，爸，你听我说，哎，我。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别走了！我说啥不去吧？哎，彪哥，不去，我肯定不去。不是，我告诉你爸，你说啥我都不去，我就明白告诉你，我就不去，听明白没？行了，跑回来了，儿子，走吧，我不去。哎呀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不是，彪哥，这咋回事啊？我这不是要带他去上海，勇闯天涯。我不爱喝天涯，我就爱喝罗永华。上海也有卖，你自己喝去吧。彪哥。我必须说句话了，如果你把王小倩带走，那我们家小米荔枝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他俩已经恋爱了。多长时间的事儿啊？才刚。闭嘴。两年。对。你说这穷孩子嘴多严呢？啊，我咋就一点都不知道呢？爸，都小事儿，咱去上海吧，走。走什么走？你这飞呀！我告诉你，王小倩。你结婚的事儿是咱家头等一桩大事，不做了。爸，你呀、啊，上厕所。彪哥，站着。没说你俩，这咋的？现在还能叫我彪哥呀？那叫啥呀？叫彪爹呀？是不是有点早啊？爹，都闭嘴！小女我削你！那小女儿，你现在跟我儿子王小倩处对象，以前叫我彪哥就叫，但是现在没过门之前，你得改口叫我彪叔，叫。彪叔，哎，坐吧坐吧，哎呀，你，
不是你家人咋回事啊？就这么一点不守规矩啊？不会排辈啊？彪叔，舒服。哎呀，那这样吧，孩子们都挺好。孩子们，咱走来，走。不是，爸，干啥？今天咱就把定情饭吃了呗。不吃啥定情饭呢？他吃啥定情饭呢？是啊，今天日子就挺好，外边是个大晴天啊，走吧。行，那个对，也是得吃定情饭是吧？那个，那咱都自己家人，就别到外边去吃了，搁家里边混那口得了，行不行？搁家吃也行。那个昨天我家煎那饺子，给你塔一下啊。塔，不塔啊？哎，这么孩子们，哎呀，爸，小米粒是不挺好的？带劲。哎呀，那个彪叔啊，哎，这个饺子塔完了，就是有点凉，没事，能吃，没事，行，太认吃了。爸，你是搁哪回来的呀？到海飞回来的。搁上海飞回来的，我感觉你怎么像从上海沿着铁道走回来的呢？饿这样吗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你的定情饭，能一样吗？我判这天判多少啊？是啊，爸，那就对了。爸，咱是不是到下一环节了？行啊，饭我也吃了，这只是定情饭啊。那小米啊，你看你跟我儿子倩倩，你俩打小一起长大，这就是青梅竹马。但是我儿子王小倩吧，很多优点，这些都非我。虽然他这么多的优点，这么优秀啊，但是礼数咱不能少啊。那个二米啊，啊，你现在就是家长，你看看我们拿多少钱礼金合适。是啥啥礼金？不用，太早了，这现在就是要这不早什么早啊！啊，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，等一下，我属虎，我家的事我做主，这20000块钱改口叫爸。啥叫啥？爸？哎，好孩子，行，这事就这么定啊。那是啥？户口本在这，走吧，咱们仨。哎呀，不是，干啥去？姐呀，姐等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咋就不行啊？我们现在去登记，一会儿我们就登机，回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上海，勇闯天涯。停！爸，干啥呀？抢亲呢？小美玲，过来。儿媳妇，过来。啥？谁是你儿？妈去！你不说好了吗？一块和我骗你爸的呢？现在怎么又登记又登机的？你俩太可怕了！这事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啊！不是，这怎么骗我？是这么回事，彪哥。那刚才王小倩过来，哭得可伤心呢，说你要带她去上海，人家不乐意去，所以才出的这招骗你的。倩儿啊，这是真的？真的。你不跟我去上海？不跟你去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爸，我知道你在上海那边啊，生意做得挺好，挣了点钱，日子过得也挺好，但你不觉得孤独吗？孤独啊，所以我要带着你去上海啊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孤独的时候你可以陪着我呀。那你想过没呀？我爷孤独的时候你陪他了吗？那我是要带他去，他不是一直不去吗？干哈去？去那儿干哈去？到那儿还得学上海话，他们说啥玩意儿我们一句听不懂。彪哥，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，吃了不少的苦，你为的不就是让这个家能过得好一点吗？你看我们家虽然谈不上富裕，可是我们一家人呢天天在一起，我觉得这就是幸福。
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。在上海闯荡了这么些年，其实我就是想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些。感谢你们今天这个善意的谎言，让我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家。儿子，爸再也不逼着你跟我一起去上海了。爸走了。爸，儿子，你是好样的，在家里好好陪着爷爷。我送送你。彪哥，我们也